Hello， 大家好，我是 Soya。So everybody, yes, I am going to United States。这次呢，我会去美国长达一个月，很不敢相信，我真的要去美国了。这次会去美国的好多地方，主要的目的呢是去游学的。因为我的英文程度呢，我只能说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呢，所以我就想说这次去体验一下在美国上课的感觉。然后这样巧哦，我在那边呢就有一个美国的表姐，所以我第一个礼拜呢会先去找她，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礼拜呢会去游学，最后一个礼拜呢会去找一个朋友。所以这四个礼拜哦，我是一个到处飞来的，因为我飞美国要12个小时嘛，那我为了要调我的时差，我就算好了，我今天是其实是可以不用睡那么多的，就是我要撑到最后，这样子我在飞机上才可以顺利的睡觉，才可以调到那个 jet lag。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兴奋的就是我买了我的人生第一个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超级梦寐以求的商务舱，钱不花在自己身上，难道要花在谁的身上呢？所以我这次哦，狠狠的给他买了，去跟回都买了商务舱。Okay, anyway, 时间非常的赶，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收拾。2000 years later， 已经半夜3点了，这是我收过最难收的行李。因为我这次去美国呢，其实我还是有继续实行我的影控计划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小的电子秤。然后呢，我已经上网爬过文了，就是美国的消费真的是非常的贵，我已经花钱在商务舱了，所以我想说我到那边呢就尽量省一点钱，所以我就想说带自己的这个开心果酱。而且因为我还在研究，我就带了超多高蛋白除毛机。You like？ 我的毛现在呢没有以前这样旺盛啦，可是还是会就是跑出来一点，所以还是要定期除一下。带我的染眉膏，因为我眉毛现在是染过的，如果不染的话就超黑的。这个是那个 Body Girls 他们送我的，这个叫什么 Shake Shake 杯吗？转它就可以。吃 protein 的时候就用它来 shake shake。我自己带了这个菜瓜布，就想我在那边应该会自己洗碗什么的吧。还有带一个小小洗碗巾，带一小小罐应该不会很重吧？我这个也准备好了啊，带一个上飞机叫什么？蒸眼睛，这个叫什么？蒸汽眼罩，这个蒸汽眼罩，我想说带两包这个过去，以防万一，真的是每一餐都贵哦。现在问题是我还不知道全部东西装进去都装好吗？整个手忙脚乱，终于到了机场。Oh my god， 我是要走这个吗？会这样到吗？第一次坐联合航空，你们看我今天超居家的。因为我要在飞机上面待12个小时嘞。OK， 很开心哦。贵宾室规定，我超级早来的，我就是为了这个好好享受在贵宾室的感觉。现在还有2个小时才登机。小姑，我超乖的，好不好？我拿粥，还有地瓜，然后还有 salad， 一个小小的面包，然后它还有无糖豆浆。我还是希望尽量可以继续饮控嘛，我忍住好吗？有些看起来那个甜点有点不好吃。棒，我实在是忍不住，可是我只吃了一点点而已，甜点而已。幸好我只买一点点。好期待我上个舱 ！Oh my god！ 人生啊，不就是来体验的吗？虽然我也不是第一次打商务舱，但是上一次那个纯属意外，好吗？我不想要把它算在里面。这里，这是我的小房子吗？怎么办？我开始讲英文了。哇，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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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哇，这个怎么？等一下先，等一下，我要先打开我的行李箱。枕头啊，这个是什么？一个被，然后两个被，两个枕头。Good morning, Miss Chai. Good morning. Hi, welcome aboard for arrival service. If you're fast asleep, do you want me to wake you up? It's about 7:30 Central. 7:30. Yeah, just wake me up. Yeah, thank okay, you. Okay, what would you like? I have peach crepes or congee. What do you have? Peach crepes. Oh, peach crepes. Yeah, and the other one is congee. Congee.哦，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那个法式甜品，薄薄的那种，它卷起来，然后放 peach。好，那我要这个。peach sauce。第一个。OK。哦 ，peach crepe。天哪，好兴奋，好兴奋，好兴奋哦 ！Would you like sparkling wine or water？
I'm good, thank you. No, 有听到我讲什么吗 ？I said I'm good. When I'm saying I'm good, it means I don't want. OK，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有一个超大电视，这里可以放笔啊什么的。就有带了一本书来看，这个《与神对话二》可以放这里啊。哇，那走，这里可以挂衣服啦。这是什么 ？Push，push 可以怎么样？Push where? Push where? 哦哦，这是延伸出来的桌子，这里可以放 iPad， 好像还可以打牌，哇，感觉可以打牌耶！我在怕我有点太兴奋，等下隔壁的靓仔会觉得我很吵啊。这里有一个放脚的空间，有一个拖鞋可以给你换，还有一个小灯照在这边呢。这里有一个像保险箱这样的东西，应该就是一个置物柜吧？然后有耳机、水，台灯。这是茯苓吗 ？Oh my god！ 发现了我的皮肤，没有睡觉一天的代价就长这样哦，又干又泛红，完蛋了。这个是 menu， 然后这边有插头，这个是电视遥控器吧？哦，左边这里可以放书，这边有又有一个小小的槽可以放东西。我现在来试试看，玩它的这个。咕噜咕噜咕噜，它这个都不动了。What's the this button for？ To bring the leg rest up and down. Oh, but why isn't it moving? Okay, I'll help you in a second. Thank you. All right. Got it. May I know what's this for? You know what? I've never had a chance to learn what's this for. Really? This is the reading light. All right. So this is like nothing. Nothing. Yeah. I've never used that. All right. Thank you. 这个就是降落跟起飞的时候要怎么讲？感受一下，要当个躺平族。哇，真的是平的！哇，我真的是平哎，我无法相信我在飞机上躺平了哎。这哎呀，不小心进去啊！不然说撑到后面再睡一次。来了，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啊？硬的，cheese 来的，我这是 fish ball， 这是什么啊？它的放什么？哦，油醋酱，所以它是怎样倒在这个上面吗？多人吗？不会，这个应该是 salt and pepper。正餐来了，鸡肉饭。我对这次飞机餐的饭都很好吃，它的酱也不错，它鸡也嫩哎。What is that? Lemon tart, I think。这是鱼蛋糕吧？偏普通。怎么呢？哎，这星星碎碎哎，因为这其实也只是台湾的晚上9点10点这样吧，就还不是那个真正要睡觉的时间，所以又想睡又睡不着。赶紧 ，OK，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吃早餐了，去下西点保个羊先。我的早餐到了，看起来超好吃，应该是可丽饼吧。水果、面包、butter， 我真的是拒绝不了嘞。飞机餐就是一定要吃好吃的、啊。它里面有很像苹果，就是拿去烤了的苹果还是梨子？苹果吧，还是梨子啊？也太高级了吧，这个 crepe 不像是加热就可以做的事情哎。这里的人走路都很快，也是被超越。天哪，你们刚错过了我讲了一段超流利的英文跟那个 officer。是地球仪 ？How do you say that？Yeah， like the map， the Earth， yes， the Earth， the globe， the globe， yes。How do you mean where am I going？ Yeah， your connection。Connection flight? No. Are you go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Oh, here. All right. Thank you. 对，那边是转机的啦。这里是 San Francisco。哇，这么来就是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可是还问我嘞，你没有什么的时候是会很心虚。都没有带什么奇怪的东西，可是他问我时候会，我就很心虚的会讲 ，No， 来呀，我带你过来。我的表姐在那里啊。现在的天气看起来很夏天哦，但其实凉凉的。咦咦。
拿你的地球仪。等一下，我怎么不知道你在这里呢？来的，你们记得杀姨姨？那哟，假假的你。差点要请你吃这个，快的，谢谢你。是哎，一个店都没有哎，我第一个印象来到就是这么将来四四方方都是砖块罢了。是哎，一个店都没有哎，这个机场偏一个烂西烂西这样。每个的路上你就看到更壮观。哇，所以就是要到了学校外面啊。OK， 我们要先去 Trader Joe's。哇，很有很有美国味，就是一种。看戏里面才有的感觉，哇！好多水果，这里超多不同的 salad， 可以给姨吃一个吗？一抓就知道了。哇，这是一个前庭，不是，哎，这后门，这后门，你会不会有点太幸福啊 ，Red？ 有够大，这个玩具区，这是什么啊？地球，哇！越来越大，你就越来越大了。真的咩？这是什么原理哦？你什么都有哎你。哦，这里才是正门哎，这样我可以打开看前面嘛。哦，你不要看这个天气这样哦，其实出来是很凉的。哇，有 squirrel 哦。你看那些树大。那些树很大是不是？对，很多 squirrel。你要看我表演吗？好啊，我看你表演来。开始，哇，好，好棒的表演啊！要拽住，用这个，然后打它，然后到灯啊！真的啊，要关到灯啊！要很大力，嘿，哎呀，走开啊，小心啊，很大力。这样也可以。草门有点太大。嗯，洗好澡，又睡到了我的 jet lag 了。我们的晚餐，这个是 nachos， 来了来了，他们在帮我 check 有没有辣。这里的水都是喝冰水的，好辣，是这个，很辣。泰国。很好吃哦，好吃好吃。这里天气比我想象中还凉哎，14度，因为我还在 jet lag， 我整个半夜才睡了3-4个小时而已，然后就超精神的。再给我一天时间，我一定可以跳回来。Good morning。夹到很痛的，要进医院。很大力。哎，不够大力，再一次。应该没有人想到我的美国第二天竟然是去运动吧。你很
强哦，你做完了，你没有偷懒哎。我偷懒了很多个 session。今天要出发坐飞机去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吃这个只有美国有的 In and Out。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龙哦，从那边到那边到我们这里。可是我表姐他们讲已经算是很好了，大家都爱吃。然后他也没有做那种外卖那种送餐的，他就因为他的生意他不怕。 One cheeseburger no onion 很好耶，他们的 menu 上面就直接写卡路里有多少。但是今年他们会送这个来垫在脚上。感觉，所以我很喜欢吃很多菜的 burger。没有，而且还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不想吃吗？这是说了一定的。It's okay. Not a lot, like. 很甜啊。那就是600。出发，我们的下一站。我不需要谁来。